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孟耿如。我知道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这本书一直很有名，但是我其实没有看过书，那我直接看了就是舞台剧的呈现。那我和金老师合作过两次，其实我觉得金老师每次带给我的表演都有一种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可能是他很享受在他的舞台上面，所以呢，他总是可以给人很大很大的感动。那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看这部戏，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你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年龄，或者是什么身份去看，你都可以得到很多不同、很大的感触还有感动。谢谢。